茫茫股海，味觉难清，如何精准掌握趋势，寻求最大获利契机，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欢迎收听股市甜心。Another day is gone. I'm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 You're not here with me. You never said goodbye. Someone tell me why. Did you have to go?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化，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你好，品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云熙老师哦。今天来到了5月11号星期二了，看到今天的盘，我的妈呀，盘持续的修正，每到盘修正的过程当中，盘拉回，我们节目的这个点阅率收听率都是创高的，因为老师会帮你把大盘拆解的非常的清楚，横剖竖剖直接分析给大家。来来来，您有加 LINE 有加 TG 后，你想要多点老师保护跟照顾的好朋友们，还没加入的好朋友赶快来做加入哦。今天听节目第一个先来收金一下老师，今天的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改名成收金处吗？收金处，来来来来来，免挂号收金处，来大跌哈、哦、好，这里永远记得先深呼吸，好，长痛不如短痛哦，是呐，是好事哦。哎、欸，今天的 K 线看起来是好事哦，你可能会好奇，妍、欸、希、啊，你哪里刚不赶快？哎、欸，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老师今天拉回了600多点，而且是爆大量，对，爆大量，哎呦、啊，有这个量才好了。我跟你说，哎、其实近期大家应该也知道，重灾区是在科技类股嘛，对，没错，对不对？它短线上的修正跟回落，其实明显高过于像金融啊、是传产啊，没错。可是你另外一个解读方式。它已经提前回落了、嗯、那比较传产跟电子跟金融谁的基期低？
电子嘛，基期低喽，这个优点出来喽。再来呢，今年我也持续跟大家讲哈，主计处出来的数字非常的漂亮 ，GDP 是很好的，国内经济是持续在上升的轨道嘛。那既然经济会好哈，台股中长线来看自然是强势，绝对不会弱。是，而且盘面上很多的财报股票是非常漂亮的嘛。那只是近期受到那个疫情，对，疫情总是会有个 but 出来挑战一下嘛，就是尤其是像今天盘中，你就可以看到哦，就是在开新闻，对，在讲哦，疫情是今天是出现不明的感染源呐，没错，那就看到盘就是这样一直回落，一直回落，一直回落，没错。可是我这里提醒大家一下，疫情的问题是经济因素吗？不是哦，是非经济因素。永远记得，非经济因素是快速反应、快速反弹。记好了，快速反应、快速反弹。对啊，好，那所以呢，今天你看到大量长黑，这根黑 K 我知道你会害怕，对不对？可是今天以技术分析，你中长线的角度来看，今天出量是漂亮的，它已经开始走出有以跌止跌的走势，最漂亮是什么？等晚上资料出来，假设融资可以大瘦身啊，那就开心了哦。其实近期你可以看到，受到疫情影响，而且融资是迅速在前面增加的嘛，当冲又高，所以筹码凌乱的时候是要怎么样清洗融资嘛？是。那可是这里哦，妍希这边提醒大家，你永远记得多头的特性，对，多头的习惯。就是缓涨急跌，今天已经652点了，没错。那急跌整理过后，是不是最终反映企业的获利？就像近期我有跟大家一直分享殖利率的概念嘛，我今天教你算，为什么？因为好股坏股今天都一并被错杀，尤其是好股。对，我们举例好了啦，这时候就像妍希常讲的，你在回落的时候不需要担心，是把底气拿出来。为什么？你以为652点跌下来是祸？不一定哦，我常说是福祸相依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你现在看到是福是祸是不一定的哦。所以在股市里面，眼光放远一点，没错。我举例，你拿计算机出来好了。好，来，我先告诉你，我们拿那个龙头台泥出来讲。好，台泥你应该知道是水泥产业的龙头1101嘛。那如果你对它产业够研究，我常说你要专注产业的研究。妍希怎么研究？妍希就把它看得很透彻。我说，哎呦，它的产能都在中国，而且设备非常的新。所谓设备新后，你要知道中国前阵子都在去产能，就是集中那种高污染厂，中小型高污染厂，它会限制它产量。但是台泥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设备新啊，因为有钱啊，相对比较有利嘛。是。再来呢，它之前啊，前三年它花了256亿私有化香港挂牌的台泥国际，而这家公司是台泥100%的子公司。那这家公司的特色在哪里？它是台那个大陆前水泥的十强，而且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好，这是水泥这一块哦，台泥的哦。好，那近几年呢，在他们董事长的领军下，他又发展什么绿能？台泥跟台研合作，这个你有听过吗？没有哎。台泥跟台研合作成立台泥的绿能产能，在嘉义，在台南啊。是。然后近期呢，又花钱，又花1.32亿欧元取得意大利在法国上市的这家新公司60.48%的股权。这家公司比较特殊，我告诉你它有什么是主力：电池储能系统、电动车充电桩、智慧电网。来，这边打个岔一下。哎，老师，你在讲台泥哦。你不是在讲电动车哦？对呀、老师，我真的整个都飞到哎，电动车不一样了哦。哎，对。那你要知道未来的快充的技术嘛，因为永远是电动桩、充电桩跟电动车的问题嘛。未来的快充技术可以将原本电动车原本要充8个小时，对，降为半小时。是。那看回台泥投资的这家公司，它的强项
就是充电桩跟快充技术。台泥你以为这样而已吗？还没哦，还没呀。他在彰滨启用全台首座的 AFC 的储能系统。储能系统是干嘛？存绿电。是。重点又可以跟台电的电网连结。那我讲一下齁，这套技术目前你要知道吗？是。我们常说拱门斗漆的技术要跟别人不一样嘛。对呀，对呀。这套技术目前全球只有 Tesla、三星、台泥做得到而已。天哪。好，我们换句话说，做个小总结。好，台泥已经不只是台泥了，对不对？对，它的产业其实已经往就是循环经济啊，往新能源，往绿能发展啊。那我问你，你现在要看的公司是不是这种长期可以投资大户可以看的成长性在这里？当然，你要投资的公司，你要不要看它成长性？一定要啊！好，你现在看到台股是在16000上下震荡，对不对？台股之前还占了17000嘛，但是你把台泥的股价去比。去比它的股价不过回到50而已，距离它以前的高点 60.7 还有一段距离哦。我说你长线去比哦，它现在不是高点，你要知道台股创新高还有股票没有创新高，这个概念有没有？有了齁。好，那我们计算机拿出来，好，50块来算好了啦。假设我们以台泥50块来算，它配息3.5块 ,3.5 殖利率就在 7%。哦，听好，7%，而且是传产的龙头，有这种殖利率7%是非常难等的，非常难找的。那我再绕一出来给你哦。现在盘回落，对，好股坏股都被杀，没错。你看到什么股票都回落，连同那个联发科也回落嘛，不止台泥回落啊，发哥也回落了。那我问你，假设配息不变，股价一直回落，一直变低的话，殖利率是不是就一直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啦？殖利率会越来越高，对的。那殖利率越来越高，投资价值高不高？当然是高的啦。对啊，难道你还要放在银行吗？定存吗？对不对？就像我这礼拜后看到我妈妈的那个定存，老人家都很喜欢，对啊，几趴几趴几趴，哎。1%都没有到，0.84%，我还怕我看错，你知道吗？我还仔细看一下。放定存，老人家喜欢放定存嘛？要傍身，钱要傍身，习惯。然后0.84%，妈呀！对呀、啊，所以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嘛？那你再看回来，哇，连你之前后怎么样都不想看的台，你现在来看，殖利率都有7%了、欸。台泥它已经变成是3.0升级版的。所以我说，现在台股很多的公司投资价值是浮现的，尤其是像一些电子股。对，所以在这里后，既然回落了后，你就满满的正能量。为什么？近代盘是震荡整理，找好的价钱进场，这样了解吗？清楚明白喽。所以，亲爱的老朋友，您看到的是恐慌，田心老师看到的则是满满的机会哦。当然，现阶段你会恐慌，你会害怕黑棋进熊，因为你没有老师在你身边给你保护、给你照顾。如果您还不是我们的会员好朋友，想要多一点老师保护跟照顾，加 LINE 跟加 TG 是非常重要的。大盘回落，听节目。follow 田心老师，带您专注产业，增加您的本职学能，继续来找好的标的，一起来弯腰捡钻石、捡黄金喽！广时间一样留给您打电话喽，快进广告。0266303237 0266303237 大盘快速回落，而今天爆量大黑 K， 您会担心，您会害怕黑棋进熊诶。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员，您有老师给您的保护跟照顾，但是如果您不是我们的会员好朋友，还没有加入 LINE 的，请您一定要做加入。还没有加入 LINE 跟 TG 的好朋友，至少您还有 LINE 跟 TG， 你能够得到老师给您的关键提醒。所以，亲爱的好朋友，还没有加入股市甜心 LINE 的好朋友们，来 ID 位置赶快来做加入，免费的哦。来 ID 位置给您，小老鼠 LUCKY。777，想要在股市操作获利多一点 lucky 的好朋友们，务必把我们的股市甜心的 LINE 账号直接来做加入。再说一次 ID 位置，小老鼠 LUCKY777， 小老鼠 lucky777。 而在大盘回落，你要有更多的正能量，您看到的是恐慌，甜心老师看到的则是满满的机会，遍地是黄金、珠宝、玛瑙、钻石，而大盘回落，专注产业的甜心老师不断的增加您的本职学能哦。今天带给您的是殖利率的观念，好，殖利率的概念，好的公司回落，
配息不变，然后呢股价变便宜，投资的价值就会浮现。有钱人想的跟您想的不一样，所以亲爱的朋友，大盘回落，甜心老师满满的正能量给大家。大盘回落就是你弯腰捡便宜的最佳时刻了，在任何位阶就是找便宜的标股。如何找，如何买呢？一通电话跟上就对喽，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777，小老鼠 Lucky 777，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精彩节目开始喽！欢迎您继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亲爱的好朋友，今天大盘回落，老师给您正能量，老师持续给您信心啊。盘回落，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好股坏股都一起回落，但是你要关注，这个时候你要增加更多的产业资讯，增加更多的本质学能。好公司回落，股价是变便宜了。我们常常会有个迷思，就是、啊，老师，你所谓的股价便宜是铜板股吗？一直到股价吗？不是哦，不是，对，便宜这个两个字的解读要非常清楚，而、不是说股价在10块、20块那叫便宜哦，不是哦，你要把配息拆解出来，你要把净值拆解出来，最重要的是产业未来的成长性要看出来。所以我告诉你，联发科再跌下来是便宜的，是为什么？它每年要配息要加配，今年配36块钱，你算回去，即便现在殖利率不高，但是他每年配息，这个就有非常好的亮点，是，所以你要看的是成长性嘛，没错。那再回来吼，我们讲啦，近期呀、你可以看到疫情是一直延烧，没错。那既然疫情一直延烧，你就要知道，像一些办公需求，需求是不是就等于是完全不退？对，等于是要在家办公嘛，远距教学嘛。那再加上后疫情持续的延烧，变成想出去的人也干脆都不要出去了，在家玩电动就好了。对啊、所以挖矿、所以板卡、这些的需求是持续大增，而且从去年延烧到今年，那又现在又看到疫情这一块、这一块出来了，是又告诉你什么本土疫情 啊这些齁，其实我说了嘛，就是非经济因素，但是你短线上会不会影响？会影响。好。那既然需求不变，你看一下好了，板卡龙头是哪一家？华硕啊！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买，我是帮你分清楚它是贵还是便宜。好，来，你看到华硕价钱300多块钱，对，你一般观念听起来，哎，好贵哦。哎，对啊，什么？哎，百元俱乐部的股票呢？你要知道哦，它配26哦，你换算回来哦，殖利率7%哦。哎呦！那不是跟台泥一样吗？那就是啊，所以我只是帮你打通任督二脉，不是股价便宜，股价低就叫便宜，不是这种东西哦。你把公司的前景，把公司的产业看出来，你要知道吼，它受惠板卡的需求是延烧到今年，而且板卡占比超过它营收30%，电竞。刚才强调了，电竞超过40%，哇哦！尤其是他今年手机的部门啊，亏损，以往手机都不是很好啊，对对对，他亏损是降低的，所以换句话说，他的本业获利会比去年好。那好了，再套一句妍希讲的老话，本业获利会比去年好，那重复一次就是今年会比去年好嘛。那再看回来，我刚才告诉你它配息殖利率已经超过7%了嘛。好，那现在再看回来大盘、看回来大盘，你看到16583点、对不对？对，我说过任何位阶找底部的股票，没错，这个概念。
当大盘回落，便宜的股票会越来越 多。为什么？因为大盘 回落拖累个股，拖累好公司，好公司就会被错杀嘛。就像盘中为什么呢？我最不喜欢新闻在盘中发，对，都会影响到股市。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新闻后不用在盘中发，一点半以后再来说哈？对啊对啊，那个记者会啊，尤其是疫情的记者会，通常都是三点四点再来发，对不对？但是盘中发，他不是要告诉你要砍股票，他是要告诉你以后就是要赶快去排疫苗，是有什么状况先去排疫苗，你不要把手上明明很有前景的公司乱砍。那手上明明很有前景的公司砍掉了以后，那我问各位啦，等疫情这一个告一段落，或者说非经济因素这几天消化完毕，是消化完毕，下个礼拜五二零了呢，消化完毕到五二零。520就职哎，我其实之前就讲过了，五月就是先蹲后跳嘛，对啊，消化一下往上啊，你是不是又要去重复的动作？你看好的股票又再重复买回来，你会重复一直做这样的动作吗？那何必呢？是那股市里面就是不需要的动作不要太多，但是需要的动作就是像演戏这样，哎，产业看清楚一点，计算机拿出来算一算，就像今年呐、年初二月啊封关前，对，记得吗？那当下指数也是回落的，也是回落过千点呢、那很多人都会害怕，哎呦，老师，指数在16000了，还会涨吗？还会不会涨？我还在封关前、年前哦，带你买散热的励志，有哦，3483的励志，励志抢来斗啊，对啊，而且我还说封关当天散热最强的就在我们家，所以你同时间可以把像超重打出来看啊，泰硕打出来看啊，都是散热股啊，都打出来，电车也打出来看，哎呦，原来妍希啊，你直接剧透是励志哎，最强的就是励志啊，对嘛，所以你不管在任何位阶，你就是秉持着把产业看好，然后找低位接捡便宜一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哇，封关前敢买股票的只有妍希老师，没错，封关前啊励志压好压满啊、来过完年呢直接起标了嘛，赚宝赚满了，对不对？从来没有看过过年前买好买满的妍希第一个啊，没错，而且重点我说你关键时刻在我身边、对的，在我身边等候关键时刻，这是绕出来的、你没有在我身边，即便盘中的关键时刻你知道怎么做吗、你没有在我身边，即便盘中的关键时刻你没有方向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敦泰好了啦，我去年给你的时候，股价50块附近而已，一波是385个百分点，一波385个百分点，股价可以翻出4.8倍、那再来，我15块附近给什么？建通啊，持续让你见证神通啊！我从去年到现在的操作，持续让你见证神通。还有呢，你可以看到年前励志，好恐怖哦，好好赚呢、年前买好买满、年后一波上去75个百分点。那你看妍希的动作会很多吗？没有啊，不会哦，不会，简单明了、清楚明白。对的，重点是我给你以后呢，之后全市场疯狂追逐，没错。讲最近的就上个月的彩金 啊，全市场有没有疯狂追逐？有，彩金是速度里面算最快 的，为什么？因为它一个月飙出120个百分点，全市场都冲进去 啊，而且重点全市场在跟你讲友达啦，还有群创啦，演戏就给你彩金啦、给你 only one 的一支啦，对啊，是不是轻轻松松？所以是太多余的动作真的不需 要，不需要，可是该有功课该做功课的时候就要在妍希身边做功课，所以现在回落我期许大家啦，是我常讲在股市里面要有满满的正能量，要像癞蛤蟆啊，你可能会好奇妍希老师为什么我要像癞蛤蟆那么丑、对呀、为什么要像癞蛤蟆，拜拜、你要记得你把癞蛤蟆跟青蛙比较一下、青蛙永远坐井观天嘛，那看到这种盘它会自怨自艾、会难过会担心、哎、要跌到什么时候要跌到什么、可是癞蛤蟆不是啊，他虽然长得丑，可是他天天笑嘻嘻讲想吃天鹅肉，他天天都想跟美女站在一起、真的，所以你看到齁，青蛙到后面整天自怨自艾，他变成人家的盘中孙，三杯啦，三杯田鸡、三杯青蛙，是啊，可是癞蛤蟆变身不一样、你
你看到那个大老板的桌上咬金币耶，对，都是黄金做起来的蟾蜍咬金币，不然跟你咬红宝，金蟾金蟾招财金蟾，有没有？有。所以思想哈，我常说心态好，观念好，好运就自然来啊。所以震荡过后，好的买点即将浮现。那喜欢像妍希这样底部进场的好朋友，就轻松跟上喽。亲爱的朋友，大盘回落就是您弯腰捡钻石黄金的时刻喽。何时进场呢？等候老师的指令。当然，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就是直接电话拨通，跟上脚步就对喽。节目中呢，再次感谢我们的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快进广告。02663032370266303237，非经济因素的情况之下，大盘会如何走？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告诉您，哎，这个盘后续该如何来做看待？不要因为大盘回落，好股坏股也跟着回落下来，你就变得恐慌，你就变得害怕，才满母汤哦。老师在节目当中持续给您正能量，持续给您信心。大盘回落，你更要专注产业，而甜心老师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把一些产业的讯息告诉您，就是要为了增加您的本质学能，也举例了台泥，举例了华硕，在现阶段殖利率的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不是叫你去买台泥，不是叫你去买华硕，而是借由这两档的个股殖利率的概念带出来您接下来的机会。那么标股如何找，股票怎么选，不会操作不会赚的好朋友们就一通电话跟上脚步了。那么再来，如果你还不是我们的会员，好，赶快把老师的 LINE 跟 TG 来做加入，保命符护身符随时24小时带在身边，来 LINE 的 ID 给您免费来做加入， ID 位置小老鼠 LUCKY777。 想要再操作获利多一点 ，lucky 多一点幸运的好朋友，务必把我们的股市甜心的 LINE 带在身边，甜心老师会给您多一点的照顾，多一点的保护喽。ID 位置再说一次，小老鼠 LUCKY777。大盘回落，保持正能量。大盘回落，遍地是黄金珠宝，想弯腰捡便宜、捡钻石的好朋友们，就一通电话，赶快跟上脚步喽，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拨智慧热线02663032370。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777，小老鼠 Lucky 777，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股市甜心 Light 的置顶，您会了吗？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现在快速教学60秒。苹果手机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往右滑，出现一个图钉图案，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如果是安卓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长按对话框，出现选项后找到钉选，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置顶就是这么简单，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了，赶快置顶吧。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